至于 B 和女友申敏儿已经交往6年多，在男方生病期间，女方更是不离不弃的陪伴抗癌。虽然交往很久了，两人却爱得十分低调，不曾公开合照放下。17日，金宇彬在社群网站上抛出两张出外踏青的照片，配文只有一个叶子的图案，原本粉丝还没有太多感觉。直到隔天，申敏儿的账号也抛了相同背景的照片，旗下必须要拍到的意志，剧尾也附上了一个树的符号，间接放闪，让粉丝超惊喜。看来两人是利用了闲暇时光共同出游约会去啦。网友纷纷留言写下，交往6年看起来真的太美好，希望两位都能享受大自然。也有人开始催促，这一对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呢？备受粉丝祝福的恋情一定要长长久久啊。